退，现在听不到吗？外面听不到？听得到，听得到，我听得到。干话没关系啊，可以。现在外面听不到啊。我看到蓝奕明了。蓝奕明在哪？我讲，我讲话，不要乱讲，有来，他躲在人群里。好好好，我找找。我看到泱泱了。喂，泱，泱，你刚那么熟？泱，哎，你们不是最近还有拍片？有啊，干嘛吃醋啊？没有啊，我问一下而已啊。啊，最近泱跟这个广仲怎么样？那就新闻了，拜托。那、你跟那个嘞，李飞嘞？李飞今天谁也会来？李飞会来啊，今天会来啊。啊，你看小马骑士你们的工作室这样玩，你会不会想要生一个女儿？生女儿我已经动好了、啊，动好了，我动好几颗了、啊，所以有机会就对了。今天不要聊我了，不要，今天聊蔡哥啦。聊我干嘛、欸？我先问问题的呢。聊蔡哥啦，好不好？那个嘞，浩哥嘞，浩哥最近有一些爸爸经出来，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叉子找到了吗？叉子还没找到，还没找到，各大厂商还不寄。其实已经寄了，寄了。我家叉子现在有大起大口，下次可以唱房子嘞，好一点。哎，对哦，太好了。那菠萝房子嘞，住不完的房子，但那个甲乙丙要挑好。哎，还没开始，没关系，真没有出去啊。没有，下面有人在录啊。没有了，没有在录。没有了，没有在讲阿弟了。水一直滴，一直滴。大家要注意那个水滴下来哦，要有凉的饮料，饮料，对，大家都有喝新的配方的雪碧了吗？哎，真的比较清凉，大家可以去喝，真的好喝很多，不错，好，等下浩哥一人发一罐，没有问题，没问题，旁边领，旁边领可以领，旁边有可以领吗？旁边可以领，可以领，有啦，浩哥。你们穿绿色的工作人员说，哎、欸，浩哥说我一罐，他就拿给你。真的假的？真的。有认识？不要像我们去年赚的钱已经不多了。哦。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talking 了吗？不行啊，不然会没有话聊啊。我们只有半小时。对。今天想听歌还是想听 talking？ 先听歌，先听歌，先听歌。talking 比较多 talking 哎。我们先唱一首歌，然后再来啦。好好好，因为现在现场没有主持人嘛。对对对对，雨开始在下了，真的假的？对，我们赶快来。好，我们第一首直接不啰嗦啦，好不好？来到这个我们雪碧的酷爽这个音乐车，哎，这真的很酷哎，巡回的，我们算是开场哦。对，开场加。然后明天后天台北华山都还有，接下来会去开去台中还有高雄。对，好不好？如果有兴趣可以跟着我们。对，台中是在那个中港的那个星光三月，还不唱要继续讲就对了。来了，是不是？啊，暌违一年半啊，真的是暌违一年半，终于跟大家见面。不是要来了吗？不是要来了吗？怎么还有补话？第一首看一下，直接来。来，啊、哦，大家最熟悉的浩哥宇宙啦，好不好？今度しかまだバラリから浮き手なお前やれよさあ興奮そしてちょっとメダルこんにちはこれは何ですか I want this Come on! I know my crew 皆さんはアメリカから来ました関西キス会社大好きうるせえ俺は地球の日本語しかまだバラいから浮き手でなお前やれよから来ました笠井キス変な大好きうるせえ俺は地球の日本語
静かまだバラいたら聞いてらお前にやれよソロハイマスフーがチェンジャス很多人，我吓一大跳。我刚调完笑，我去抬头看，怎么这么多人？真的很多人哎，谢谢你们来，谢谢，真的谢谢。刚好天空赏脸，老天爷赏脸，好不好？没有下雨啦。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啦，大家好久不见，好。来，我们给那个马叔叔，他快登出了，各位，他快登出了，他九点就来，他快睡着了。马叔叔跟大家打招呼，好，大家好，我是马叔叔。Yeah!怎么样？最近干嘛？讲一下，聊一下啊。最近哦，我跟你讲，顾小孩顾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哇！马叔前阵子也是确诊。没啊，不是。我没有怎么会讲错。今天顾小孩呢？他是那个保姆就确诊。对。然后因为他老婆要上班，对，所以自己顾了两个礼拜，给他掌声好不好？这可以掌声，自己顾两个礼拜这可以掌声。等一下，这个药，这个药，自己等等看。来，顾两个小时就要掌声了。他小朋友已经一岁多了，只顾两个礼拜。不是，你你顾多久？我当时也是被关在家里面，也是两周，也是两周。我觉得我两个小时，你两个小时，我真的就是送水果给你两篮。真的假的？不是，你顾小孩还有时间在那边写歌，还在那边录影，应该也没多累吧？轮流嘛。哦，我唱的时候就对方顾嘛。哦 ，OK，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啦，跟大家打招呼啦。大家好，我是阿浩。耶！你们俩确诊完之后怎么样？哎，我们刚刚是不是太安逸？我现在好喘，你在喘。太久没有表演，很喘，真的会喘哎。我刚想说，是不行了。刚说，哎，明年就找 yes。但我觉得你这个有没有出来放风的感觉？哇，好多小朋友哦！哇，现场是这样，怎么那么可爱的小朋友在前面啊？对啊，都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啊，他们都穿哈哈 baby 哎、欸，你们懂穿了、啊？懂穿啊，那个质量好又便宜。哇，嗨嗨，很帅吗？你没有听到哈阿奥雷哇哦？哇，我儿子想听怎么办？哦，完蛋！哦，他最期待来听爸爸跟叔叔们唱奥雷哇，就 Q 呢？真的假的？那怎么办？那 uncle 的时候，那我觉得、不然 uncle 吗？ uncle 吗？ uncle 好了， uncle 的时候再来， uncle 好不好？等一下唱哦，啊，等一下是大了也不错啊，也不错哦，那是阿杰叔叔他弄的歌哦。对哦，对哦，陶贵家什么？哎、欸，还没打完招呼，来打招呼。好，大家好，我是蔡哥，耶、yeah! ，好久不见，真的，对，怎么样？哎、欸，我觉得真的会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去年每个人，就是说最近累积下来，每个人去年好像有汇钱到大家户头里面。什么意思？汇钱到大家户头？就是这个是你说股东分红吗？股东分红。哎、欸，你这个真的好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我们乐团。我跟大家讲，前两年都没这件事情，去年第三年了，有了。浩哥的那个他爸爸跟他说，哎、欸。有款项进来了，有款项，七月半的款项，七月半终于有款项进来了。多少钱？跟大家讲，我们去年七月半一整年，没有四年，四年下来哦，终于有收入了，第一笔收入啊，第一笔收入多少？来，讲出来，一整年，2021年，对，9000块，就是九千块，掌声，掌声，终于开始盈利了啦，而且是一个人9000哦，9000哦，记者还以为是9000万。
没有9000块，先不要想那么多，9000。而且我们刚开始回本了，刚开始创公司的时候，每个人要缴20000才可以开。目前还是负11000。对，因为吸胖鱼了，大家去看这个营业额，那个营业额100000，对，资本额100000，所以我们一年凑了20000，所以我们还缺11000的缺口。对对对。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干爹，这算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饮料、啊、真的，这倒是真的，全新配方，太赞了，太赞了，太赞了。哎，最后阿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阿姐。给你帅就好。今天本来那个主办单位说哈，那个阿姐的鼓要不要搬到前面？其实可以，他自己都不要，我说我就是可以，因为主要是怕引到前面全部人会往他那边挤，他会闷死。哦，对啊，这样像分散开，把他一些想要看他的也没办法强迫看。那你一直抢阿姐的话是怎样？哎呀，又有心结是不是？这个是人家阿姐要讲话，没有听你讲吗？我一直在抢啊，我是这里啊。我要讲什么？怎么样？最近忙什么？这么久没见面。拆台啊，拆自己的台。啊，拆台。哎，对，那个西索米的影片大家有看吗？浩哥宇宙。哎，有那个 line 啊、哦，阿姨的 line。都 FB 啊。好多 FB 啊。阿姨都玩 FB 啊呢。哎，说不定之后我们就可以请阿姐帮我们联系一下。中部就交给我。西索米。就是配合我们这样子。对，我们接我们什么？哦。我们接下来哈、哦，就是会这个巡回了，好不好？那我就要开始巡回了。我们台北完之后，要造福一下我们中南部的乡亲。其实可以有机会去中部的话，西中门乐团一定要来一下。对，好像可以。然后高雄的话，那个马叔那边可以负责一下。啊，其实差不多了哈、哦，不用再很多曲要唱。对，因为也聊到有点无聊。在练团的时候都不累好哦。来啦，接下来要演唱的这一个，哎。我们算是第三次演唱而已哦，现场真的哦。对，第一次是去前年的这个专场演唱会，然后再来我们去婚礼歌手表演。对对，这首歌是这个我们阿姐写的歌。还有，不用强调。要，刚好这是这个大便的歌了，大了大了大了，好不好？现场小朋友会唱，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小朋友会唱吗？好，没关系。大了大了。周末几个无聊朋友，青涩的啤酒啤酒，热闹干嘛18岁的午后，意外的陌生面孔，那休闲稚嫩的苹果，能不能够吃上一口？深呼吸，尝好我的本座，终于鼓起勇气打扰你，告诉他。就像是火箭全速飞向宇宙、哦哦哦、大了大了各位的朋友，就摊开双手拥抱自由，把烦恼留在地球、yeah、接下来大了大了可以一起喊出来啊，唱得不错，一人分不下这种感动，其实也想让你懂，也许刚好我们兴趣相同，下次一起 Oh my God 拥抱，走蛋糕的前奏，下半身的感动 I have to go。